那么剧中呢还有一段啊，就是赵云曼扮演五格格，其实在剧本当中，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，因为它是一个很趣味性的，而且呢又能显示出赵云曼的机智和勇敢，面对面的跟这个大爷，日本的这个军官大爷去对抗，最后终于用他自己的机智战胜了他，把这个火车成功的爆炸成功了，应该说我觉得很佩服他的机智，可以看看这一段非常有意思。给我走。